居然问我胜率，胜率，我不需要胜率。是不要跟我提胜率啊，会很伤心的、啊。我要死喽！回家。哇，他还把我赶去上路是怎样啊？我要去下路啊！妈的！那悟空没办法农野区。请求集合，全速接近。弄个四等。游戏推塔。拉这个很精锐哦。哇，这个人他宁愿吃野怪也要也送的啊。去死吧你！妈的，不走真男人！
最好的走位就是不要走位。把他打走，哎哎呀，太可恶了，这些人。哎呀，我这边装逼装的这么过瘾啊，结果他们真的把我打死了。我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总有一天会到的。秀宝，知道了。哈哈，尾刀。有没有看过《百步穿杨》？走的有点慢，靠飞还被围到，那走路这个速度可以。哇，射烂了，射光了。
哦，是好算完。射射射！射射射射射射！狙击。永远不要小看你的队友，好吧？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大神还是来戳你的。见习射手啊，还是可以凯瑞你。